做了大概有5个故事，那其实有一些像是比较温馨的，也有一些感人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像是会配送一些我们也无法想象原来不是真的食品的东西，而是一些情绪，很像哆啦 A 梦百宝袋那种感觉，就是你想要实现的东西它可以帮你感觉可以实现。那种酒铺的副业就是是淡淡的那种小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像生活一样，不需要有太大的图画，它的里面的文字叙述是非常有画面感的，会让你意犹未尽。对于片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帮忙配送这件事，我觉得可以啊，因为像我们可能也常常会，譬如说有人想要传话不敢传，我们也可以帮忙传，我觉得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以片童这个人，然后去带每一样的故事，然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再连串一起，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感情的故事或感情的遗憾，我觉得那种转折是会吸引读者的。因为有时候看到片童这个角色，他有自己的 OS 出来，然后他说啊、哦，我要这样做吗？烦死，就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像是我觉得那个房之太太还蛮有趣的，他就很像那种生活，你可能转角会看到那种阿姨，然后很热心的，哎呀，什么来做吃我做的泡菜啊，或怎么样，是一个很可爱的角色。如果有真心宅急便的话，我很希望片童可以帮我送流浪动物，然后到领养他们的家庭里面，因为现在流浪动物之家里面很多狗啊或猫啊都还没有家可以回去，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领养他们。因为其实这书里面还送了蛮多东西，不管是乌龟啊，或者是可能要小孩送给妈妈的劳作。如果是我的话，我想送一封信给我之前吵架过的朋友，会有一种遗憾，就想说，哎，交给一个人达成，不管是到现在好不好或怎么样。我自己想要快递的是写一封信让，可能20年后的我可以收到。对啊，我会觉得20年后我应该。不知道成家了没有，那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一个很不错的成就，期望着我可能希望我20年后有不错的成就，就是给自己也有另外一个打气的方式。